上天帮你关了一扇门以后，你不要急着去找一扇窗口，要学会开门，更努力认真，你会发现梦想在原地等着。一开始输在起跑点了以后，你不要在意那些人的冷落，相信自己了，你会成功的。还没到终点，谁都不能夺舍，你可以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搞清楚怎么玩之后就简单多了。哎，这边人怎么会一堆人都晕啦、啊？哎，奇怪，是有人优先来？哎，对啊，我们可以调查吗？哦，电击弹、公子弹。哦，有没有更多东西？没有。哎，有没有存档点啊？来个存档点好不好？我觉得这边好危险哦！哦，这边的敌人啊，有了，谢谢作者，你听到我的心声了，我们果然心灵相通啊！没有啦，我看一下这边的敌人，这边的敌人应该不用打倒，对不对？呀，怎么又有？这样感觉好大好长哦！我真的想要在这一集就把它给破关啊！呀。八位数字，呀，哦，没事，好，八位数是不是？哎，有监视鸟，非常万恶的监视鸟。我们看另外一边有没有监视鸟，没有，非常好，而且还有一个箱子，射程，好，没有特别的资料，不是吧？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这边没有监视鸟，哎，走开啊、哦、！OK， 这边有一个会议室，有没有成人书刊可以让我补血之类的？这样我就无敌了，没有？应该是没有啦，我猜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走开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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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啊！走错地方了。敌人在哪里？很好，我看到这边有个雕像、欸，哎，这雕像哦，不是吧？你看他会突然转身，非常的阴险。大家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因为我想要看这边到底还有什么东西。走开啊、哦！不是吧？你看他这样也可以发现我又。太夸张了，他都已经啊，这边只是监视鸟哎、欸，啊，没有关系啊，走开，全速走开，我要叫了，走开啦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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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怎么办到的 ？OK， 电击弹弓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我射两发还没有晕啊！太夸张了！该晕了吧？没有特别的东西。Oh my god！ 成人书刊 ，please。拿不到，哦，有那个，可以拉。哇、哦，这关真的好难哦，地图太大了，难度有点太高了。牢门钥匙哦，可是我需要一个书刊，我已经没血了。OK， 哎、欸。
啊，有书刊了，有书刊了，有书刊了，感动，谢谢作者。记事本，卫兵队长。枯燥乏味，没人逃得出去巡逻，这工作无意状。今天热死人了哦，好。无意状，乔尼的新兵啊，天兵居然把重要的钥匙放在一楼的酒桶里面，还敢大言不惭的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地方。我看最危险的分子就是他。不过，一楼的水桶是不是？酒桶啊。真是受够这天兵了。还在厕所里背通关密码。没人闯得进来基地偷听啊。所以厕所是不是？好，厕所跟一楼的酒桶。好，这边是什么？这是顶楼嘛，我可以看监视鸟，我可以调查监视鸟。监视鸟身上是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箱子，生命药材，没什么用。好，进去吧。那我们稍后回来，这边应该不是很重要啦。这一间看起来像是厕所吗？这是厕所嘛？呢喃声，就这个吗？被发现了吗？你这家伙，快报上名来！这样子我就不去跟……我是传说中的佣兵 Big Force， 我是队长。那个新兵乔尼我，他是新兵啊，有点可爱的感觉。队长要好好保重哦。好，一楼的哦，可是很认真的在抢技能。验收我密码的成果，若没记错就放我荣誉假一天，当然好啊。听清楚咯，我记一下，19630824，好，我没记错吧？对，很好。呀，好恶心哦！这样不好意思，我的肚子又在绞了，我要开始专心拉屎了，失陪了。好恶心啊。这天兵有够可爱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去一楼的酒桶，是不是去查一下那密码。那稍后回来，我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啦。对，不是吧，又被发现了。走开啊，我要叫了。我先上楼啦，楼上有什么东西全部都探查一遍。底下有一个洞的样子，是什么风景图案？哇，等一下，这一集有点啊，这可以拉是不是？是要拉到这个上面啊？我猜应该是哦，拉拉看好了，是吗？看来不是。这个图案是什么图案啊？来，我先把它搬到这里就好，不要动。他说有一个田园风景的图案，月亮的图案，白色。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太阳的图案啊。那这应该是在左上角，应该是这样没错。我真的觉得这一集有点长哎。OK， 我们两个都放上去啦。那看到有出现什么？有出现一个桥，这拉了之后有什么用啊？感觉好像没有用。进入下一个门看一下。哦，又是一个新区，这区域太大了啦，作者。天哪！不过这边应该就是监狱了，没错。很好。等一下啊，不要转过来啊。可以开哎，里面有人吗？看起来没有，也没有任何的东西。好，没有用的地方。下一个，一样没有东西。上面看起来好像有一个纸条，不过应该是没有用。下一个，一样没有东西，没有人。不能看。好，等一下，
这什么东西？这个嘞没有用。好，下一个。一样没有异状，然后这边就回到刚刚那个地方了，对不对？这什么？四方形的钥匙孔，要两个是不是？啊，应该是右边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好吧，没有关系。我们这边呢，就先，我要击倒他，不要好了，我省点子弹。我现在看一下，子弹只剩两发，哎，不是吧？好吧，那我们稍后回来。啊，不用稍后回来，我们现在重新已经到了一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密码啦，因为我们已经听到密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可以啦。然后他说酒桶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略过很多东西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输入密码吧。还是要去听那个新兵讲哦。好啦，那稍后回来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到一楼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找那个所谓的酒桶，去找那个钥匙，对不对？还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不是，走开！哪里？在哪里？没有特别的东西，没有特别钥匙，很好。然后我们先略过这些人，我需要先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再进来一次。没错，然后我们再从这边过去好了。我们现在有密码了，然后也有所谓的那是什么钥匙，我看一下，不是古铜锁钥匙，是另外一个方柱形钥匙，对，所以我们先略过他们。我现在需要的是进去这个房子。哎，按住了，不是，我要受到电击，按太快了。196，不要过来，我在输入密码。0824 ，OK， 开了，进去吧。我只剩20滴血了。这什么？我已经把两个东西都拉了一下，好像不知道有没有用哎。等一下，我先想办法略过这个家伙，然后我再存一次档。这边有存档，算是蛮方便的。然后我们再回到楼上去，顺便去补一下血。那我们稍后回来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该拿的东西都拿了，接下来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，应该是吧？还是左下角那个方向？反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监狱区，应该有个……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是缺什么东西哦？我现在有一个方柱形钥匙，可是好像需要两个，对不对？我想一下，我现在该拉的东西都有拉了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开吧。我试试看啊。不过我们先略过这个守卫，然后先进去这个地方，看它里面有什么不一样。好像没有。下一个，这边呢？没有。那我不要全部开了，我直接把这边的这个东西给弄进钥匙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有了，开了，太好了，好，哇，一个拉杆，好，反正有拉杆就拉嘛。然后这边有一扇门，解除了门锁，是这里啊，等一下，那我拉了这个拉杆有什么用啊？看一下，没有灯了啊，是把机关给关，把电源给关掉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我们要趁现在赶快去右边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右边那个地方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OK。有监视鸟，万恶的监视鸟。我们先等这个人转过去。监视鸟是看不到箱子的，所以是还好。好，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监狱啊。OK， 先进去看一下。一样没有东西。好，下一个。我们要一个一个进去检查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录了51分钟了。其实，如果这一集真的太长，我会剪成两集啦。对，一样没有东西。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救到那个人啊？这监狱也太多，地图也太大了。
好难救哦。不愧是防范最高的监狱，真的是高到有点烦，有点想要拿火箭筒直接把它轰烂这样。一样没有？哎，等一下，好，没事，没有人。不会告诉我刚好是最后一个吧？你这边监狱也太多了吧？你是要关多少人啊？最后一扇，啊，有了！你好，史内帕哭了。卡兹多罗，你真的还活着啊？让你久等了。卡兹多罗好可爱啊，你总算来了，你还让我等真久，我还以为再也出不去了。其实说来话长，我们回去后再慢慢说给你。哎，他儿子奥库塞罗，奥塞库罗，真有你的史内帕，还真的被你潜入到这里了。连我都没被授权进入这要塞，多亏了你的潜入，我才能顺利跟着你溜进来。这不是我的笨的儿子吗？你是又干了什么坏事？难得的父子重逢，你就别在这里损我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话以后再说。我已经确保了撤退路线，先逃出去再说吧。我终于破关了，我被折磨了好久。卡兹多罗，这不是卡兹多罗吗？你这家伙命真大，居然还活着。卡兹，欢迎回来。我在镇上也听过你的事情的，是不输史内帕的特务。然后你是怎么搞的？反应不能统一一点吗？又是哭又是笑的，搞得我不知该死该活啦，觉得很兴奋。奥塞库罗虽然平安无事救出了卡兹多罗，但这些你的所作所为可不能就这么算的，有什么理由就现在说出来吧。你真的加入了他们的协助野心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是啦。嗯，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，什么一半一半？给我好好说明清楚这份人。其实在传出老爹殉职的消息后，我消沉了好一阵子。法可纳米国派了使者来告诉我，老爹之所以会死，都是因为史内帕在任务中见死不救，才会害死我老爹。本想直接找你复仇报仇，但你之后断绝音讯，隐居起来，根本找不到人。我一气之下投靠了哦，然后要向你杀父之仇。那为什么又改变心意呢？拿错一块碎布，因为这个啊，这不是我刻上暗码后扔在铁窗外的布吗？被你这笨儿子捡到了。我还以为八片就已经是全部的份了。我看的内容是，否则被别人煽动利用，连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都不清楚，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。全部连起来是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只知道这里只有一扇高得要命的铁窗。哦，三个月半年，特地让我活着，目的是引他出来吧。但和他用彼此已经心照不宣，彼此说搞不好会全军覆没。外头现在到底在做什么？光自己的事都很累了。只希望我被关着期间，那小子不要太冲动乱来。哦，那小子说的是他儿子啊。搞不好在引他出来之前，我就先挂在这里，说不定呢。你能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找到我吗？哦 ，OK。这游戏最后一关真的很折腾人，前面几关还好，但最后一关真的好难哦。搞了半天，还把其中一块给暗藏起来的理由，只是因为做出的傻事被我说中，觉得丢脸，才干脆把将布给拆开，再将丢脸的这块藏起来啊。哦，是他找到全部的啦。哦，哦。假装不知情，继续和你为敌哦。所以将史内帕引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啦。看史内帕能不能帮我找出小老爹的下落。才不是我怕丢脸什么的啦。OK OK， 好 ，OK， 哇 ，OK 了，耶、yeah, ，破关了，特训。OK， 破关了。哦，好累哦，天哪！我今天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录了两集啊，就是上一集、上上一集跟这一集吧，应该是三集啦。我不知道这一集会不会剪成两集啊。然后这一首歌呢，是那个什么《潜龙谍影》的《我在和平行者》，好像最后一集也有在，不是最后一集啊，最后一关也有播这个歌曲吧。游戏测试人员老皮，等一下，这老皮是那个老皮吗？还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潜龙谍影合金装备啊，
终于破完了，好痛苦啊！最后一关真的太痛苦了，坐着太痛苦了。以我这个不是技术台的游戏频道来讲，真的太难了。对啊，真的太难了。对啊，好啦，这就等他吧。潜龙顶，死雷趴趴趴熊。好啦，其实我们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才算是结束，然后我们已经录满快一个小时了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恭喜你破关了哦，游戏的制作基地，请慢慢参观。哦，这是作者的秘密基地是不是？啊 ，OK， 第一次尝试啊。经过了多次测试，对，作者 bug 那个隔山打牛的 bug。隔山打牛的 bug， CCC 哦，三 C 哦，哦，是你哥哦，这是作者的弟弟，老皮，叫我老皮就行了，国中同学哦，所以你不是应该不是那个老皮吧？哎呦，刚刚lag一下，插图集哦，哦，我没有要看啊，嘿，插图集应该都有看过了，作者将哦，只玩过一代、二代、四代跟 V 啊，哦。我只玩过 PSP 版的，嗯，哎，怎么刚刚又lag一下？哦，哦，是索尼 Sony 公司旗下的，哎，奥赛库罗，真假的？呵呵 ，OK， 我觉得话有点长。在标题画面时输入以下密码，有听到效果音则是输入成功，输入成功后要重新开始游戏哦，换痛钥匙上下左右 AS 哦，一个特殊道具啊，这我就不试了。 OK， 这我就不看了啦，嘿，这我就不看了，这个就玩家自己看吧。哦，可以播放音乐是不是？等一下，雷安你好，我是嘉贺的老婆雷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也拿到了全任务 S 级呢，我也是，好萌好萌好可爱。哦，我来听一下，我看一下有什么我看过的音乐，好像没有呢。这是三代的，有没有什么破碎天堂那一首啊？应该是没有，对不对？一代的。好啦，我们先离开了。啊，就这样吧，我们出去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。这次回到标题画面啦。好啦，我们就在这边做个结束，刚刚又lag一下。好啦，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我喜欢这一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个喜欢或是订阅或是让出去给你的朋友或是同学们看。那如果更多人看到，我就会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哦。按了订阅不要忘记按一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在我每次上传影片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哦。那很高兴我们这个潜龙电影室内趴的系列终于完结啦，最后一关真的是折腾死人啦。对啊，好啦，那我们期待影片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